放下世界的冠冕，单单为主发光，举起得胜的旌旗，这时代要为主洗净，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的生命，照亮黑暗的为生活出大使命，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生命，主我愿意寻求你祷告，我们也称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为着这世代来祷告，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看到更多上帝的奇妙神迹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施行奇妙，这奇妙的事情要发生，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不再靠着我们靠着人的世上的势力，我们不靠着蓝，我们不靠着绿，我们只靠着神万军之耶和华名方能得胜。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此，我们重新来靠着你，你要来得胜。我们请弟兄姐妹同声开口来祷告，向神来呼求，请。我们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再次能够还在那还能呼吸，还能在能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向你祷告。主，我们这次要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要再看到，我们要对你的心是完全的，是百分之百是属于你的。主，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新年开始，我们真实知道，我们不要靠着人事势力的各样的一切能够来做事。主，都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靠着你，能够将我们全心全人在里面来方能得胜。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我们要再跟着教会的步调来前行。主，就求主你能够亲自能够来转化来更新的时候，主，我们真实我们不看自己，主，我们也不看别人，主，我们都只看到你。主，完完全全在你面前满有你的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周边，我们跟着我们的社会能够来成为光，成为盐。主，我们能够成为你的明灯照耀。主，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此还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一起能够来靠你的名当中，我们要来炫耀你的名。献上我们感谢祷告祈求都奉主的名求，我们再次能够来从转化我的心的唱，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生命，主，我愿意寻求你指引，转化这时代，转化这国家。转化我的心，
这国家，在爱中完完全全合一。愿这地百姓在爱中合一。最后一次来向神呼喊主，这是我们的心愿，这是我们的祈求。愿这地百姓在爱中合一。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时代真的，我们觉得这个是末世的时代，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因为耶稣你要再来的日子近了，这是我们在生命里面一直期待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是留恋这世界，但是我们要为这世界祷告，让更多更多的灵魂能够得救。在这启示的过程里面，你让这样的预兆那么的明显来到我们当中。世界到处都有灾难，世界有这种瘟疫，这世界有这各种刀剑的事情，有饥荒的事情，人的心在变化。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重要的时候里面，我们不是因着世界要解决问题，我们乃是要转化这世界，让这世界能够看见这里是唯一神的光在这其中。这光是真光，但这光来到这世界，世界却不接受这光。但是我们在你面前知道，这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这是我们唯在你面前祷告的机会。让我们趁着还有白日，我们就赶快做工，趁着今日我们还健康，趁着今日我们还在这平安的道路里面，我们要更多的祷告。在这生命我们要持定永生，我们要在这条道路里面为这真道而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坚定我们立场，坚定我们的脚步，让这世界各种声音，包括在神的家里面也有各种声音，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分别的时候了。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打空气，我们祷告向着标杆直跑，这条路绝对不能再歪了，不能再偏左偏了。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不管什么声音，我们是竭力追求，追求那你托付给我们的这样的责任，就是福音的指示，引导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保守今天我们再次是一个得胜的故事。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耶、yeah, ！在神面前再次献上感恩。好，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再次聚在一起，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故事跟喜乐。好，带着喜乐的心，看着旁边的人，跟他说新年快乐，我心里面充满了快乐。好，请坐。哇，这弟兄姐妹，我们分别好久了哈，那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讲。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英文哈，阿祝英文我们等一下还是会看，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讲这个，因为这一篇非常的重要，我依据是明天早上主日崇拜要讲，但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然后我们看的时候，我希望大概有一些重点，今天先大概提示一下，然后明天会详细来跟他讲，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其中有预备心。今天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让我们跟大家来讲，就是搬家的故事。那搬家的故事是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已经讲到了，迁到什么国度？爱子的国度，要赶快现在就能够迁到爱子的国度。那这个观念，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先听的时候，我先提三个提示，然后大家听的时候再抓得住感觉。第一个，今世户主的就是你们。今世户主，今世户主不是赚大钱了，就是你现在平安健康喜乐各方面都活就是蛮荣耀的时候，你要抓得住这种感觉。那你们这种感觉不要骄傲，不要以为这是对的哦，不要以为这是对的哦。你要知道，你要享受不是今世的户主，你要享受是神要赐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弟兄姐妹，你到底拥有神后世百物给你享受的那种人，还是你一直持定你是今世户主的人？这两种人不一样哦，两种不一样哦。
今世副主任就是我以我现在是董事长，今天我这升迁了，真的各方面我是什么博士啊什么，我各方面高人一等，这是蛮可以夸口的。另一种人就是什么呢？今天一直被神祝福，一直被神祝福，这是蒙神各样恩典在，但是你的职位不一定高哦，你的财产不一定多、哦，但是你每天所享受的是那些人享受不到的哦。好、哦，那你到底要过哪种生活？你是这种生活还是这种生活？那弟兄姐妹，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持定真正的永生？弟兄姐妹，请注意，今天也要跟大家讲持定永生的观念问题，也就是你得救那一天，你的明天不一定持的，不一定持守。持定永生就是明天后天都抓得住，很多人受洗但是第三天就已经掉了，就已经掉了，后来又不去教会了。我碰过这种人，受洗的不去教会，甚至还去拜拜，他会比那个什么没有受洗的人更糟糕。这个我们都讲过了，更讲过。好，我们先听阿朱英文，然后我们来进入到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那听的东西，我们预备还是明天主崇拜会跟大家讲哦。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礼拜的进度呢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First Timothy chapter 6 verses 17-21。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那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Command those who are rich in this present world not to be arrogant, nor to put their hope in wealth.Which is so uncertain, but to put their hope in God, who richly provides us with everything for our enjoyment. Command them to do good, to be rich in good deeds, and to be generous and willing to share. In this way, they will lay up treasure for themselves as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coming age, so that they may take hold of the life that is truly life. Timothy,Guard what has been entrusted to your care. Turn away from godless chatter and the opposing ideas of what is falsely called knowledge, which some have professed, and in so doing have departed from the faith. Grace be with you all. Put hope in someone or something, 就是把你的希望放在某人或者是某物上面。Where do you put your hope? 你把你的希望放在哪里呢？经文里面讲到说 ，Don't put your hope in wealth, put your hope in God. 不要把你的希望放在钱财上面，要把你的希望放在神上面，也就是圣经所翻译的，不要依靠钱财，要依靠上帝。Trust 是信任，那 entrust 就是交托、委托、托付的意思。I entrust my life to God.或者是说 I entrust God with my life 两句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我把生命交托给神。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单字 Uncertain Uncertain Enjoyment Enjoyment Generous Generous Foundation Foundation Entrust Entrust Chatter Chatter这就是这礼拜的进度了，希望大家好好的练习，我们下周再会，拜拜。Command those who are rich in this present world not to be arrogant, nor to put their hope in wealth, which is so uncertain, but to put their hope in God, who richly provides us with everything for our enjoyment. Command them to do good, to be rich in good deeds, and to be generous and willing to share.In this way, they will lay up treasure for themselves as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coming age, so that they may take hold of the life that is truly life. Timothy,
Guard what has been entrusted to your care. Turn away from godless chatter and the opposing ideas of what is falsely called knowledge, which some have professed, and in so doing have departed from the faith. Grace be with you all. 好，谢谢。好，今天没有话剧哈，大家不要等了哈。好，好，弟兄姐妹，我刚讲过哈，记得今世富足的人，那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依靠什么钱财？什么叫无定 ？Uncertain， 刚才有没有背到这个单字？哈，无定的钱财其实就是埃及，我们都在类似这种，你在依靠那个很大权势的，其实哈。你以为他很大，无定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依靠他的时候，他那天垮台；你依靠习近平的时候，他一天垮台。弟兄姐妹，这世代很多的东西，就成为这生命里面很多的错觉哈。那我们今天要讲到无定跟持定，无定跟持定，持定就是这里哈，就抓得住，抓得住。那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哈，刚才一直说这个片语哈。Put your the real hope， 那大家单字我们要记得哈。Put your hope in 什么 ？Where？ 然后他其实要你怎样 ？Put your hope in 什么 ？God。弟兄姐妹，你要在生命里面前要抓住一种到生命里面，你到底依靠什么？好，那我们现在今天要跟大家讲搬家的事情哈，这是明天再说哈。好，这是明天主日崇拜的，那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留意的，今天好多人都戴口罩，那弟兄姐妹为自己也为别人着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们就不多说，那弟兄姐妹不要说哦，凭什么要管我，我来到教会怎样，其实这是一个基本上要做的事情，我刚刚一下来第一件事情乖乖的赶快来洗，然后差一点连不点都喷了，然后其实不用了，但是手要洗干净，其实弟兄姐妹这样只是为了你自己，也为了别人。好，那这些我们都要做的。那我们也希望在这生命里面了解瘟疫这种观念问题。弟兄姐妹，遇到这种事情，你越来越知道这种事情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弟兄姐妹，今天这不是咒诅，要了解神在这个世代里面早就说过了。如果你离开我的故事的话，那这我会让瘟疫流行在那地。大家不是很喜欢流行吗？流行风吗？好，神就给你一些流行的东西哈。那这是瘟疫的东西，然后这是神的愤怒。有一天在这故事里面将会发生，这个在以西结里面。那我们最近在谈，以前在谈以西结，就谈到命定这种观念问题的时候，你要了解，神早就把印记放在我们当中，而那种不在印记里面的那种。就是会出现这四大灾祸，都一直出现在这四代里面。然后圣经说，你在圣殿里面祷告，也是讲到瘟疫的事情哈。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神的话，我会让这瘟疫离开你。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这四代神会闭塞不下雨，各种灾难，刀剑会一直临到你身上。而魔鬼的故事会在你故事里面越来越猖獗，然后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世代里面一个提醒。那这我们现在照着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搬家，搬家。2020，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故事里面来思想搬家这个观念问题。这个观念问题，请记得第一个，请记得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已经了解，搬家只说好了，就是你要搬到爱子的国度。如果你生命里面没有住在爱子的国度的话，那你的言谈举止、思想观念跟世界都完全一样。你一直以为你有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更新路，你不是往前走，你是往横走。横的部分有很多流行风，哇！我学这个，学了那个，然后跟着这个，你以为在心，那不是心，那不是心，那个是越来越妥协，跟这世界合而为一，随波逐流。你知道一种叫速度，在奔跑这条道路的时候，速度多快，在川流的这河流当中，湍急的河流当中，一棵树。
就在溪水的当中，然后水一直从他身上一直流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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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树都不动，都不动。你站在上面来看，这个速度是零，树的速度是零吗？不是，相对速度，树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然后一片树叶在那个水上面飘着飘着，哇，飘得好快哦，从这边一直飘过去。你以为那树那个树叶的速度很快，对不对？其实那个树叶的速度是多少？零。那个速度，它是随波逐流，它没有速度。那如果我们站在这世代，我们好像不动，我们不是零分，我们是非常高分的。所以真正的心不是说哇我一直变化那叫心，真正的心是你真的坚持持定永生，这叫心。那我们如果要搬家到爱子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这个简单讲，这个就是战争。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没有战争的观念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军队的观念的话，教会如果不是军队的观念的话，你根本搬不动，你只会一直往随波逐流，越来越世界化。那搬家的第二个的真正的观念是，你必须观念上有这个家的观念。有时候对一些人讲话，真的讲得很累，他没有家的观念，没有天上事情的家的观念，他你怎么讲，他就怎么用这世界的事情跟你辩论。好，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哦，选举的时候，这世代乱七八糟，国民党、民进党骂来骂去，结果选举完应该没事了哈。结果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不管社会发生什么事情，两党都会吵架，包括这个武汉这个冠状这个肺炎也会吵架的哦。哎，只为了口罩要不要外这个要不要送给大陆哈？哇，两边又吵的。弟兄姐妹，这世界模式是一有机会就会吵架的，大家观念都不一样，因为他们都在想地上的事情。那地上的事情大家都站稳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你想思想是天上的事、下面的事情的时候，你这些都不会影响你，完全不会影响你。你或戴口罩或不戴口罩都不会成为争论，但自己戴不戴口罩是自己很清楚自己的观念问题。 好，这不是害怕，这是尊重，了解吗？好，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哥罗西书所说的这种搬家的问题的时候，好，我们今天就来预备2020，我们教会整体的观念问题。我们教会观念就是，当你会寻求上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悟性慢慢了解神了。你的悟性慢慢了解神，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好，弟兄姐妹，请注意看这张2020教会的眼光，就是回天家，预备要凯旋回天家。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在2020的时候，你要有一种模式，就是军队的模式，凯旋回天家。你如果回天家是一个主啊，我已经受洗了，这个叫做懒惰仆人，这个叫世界化的仆人、世俗的仆人，神很讨厌这种人。那其实弟兄姐妹，凯旋回天家，你就是要得胜。在启示录七个教会最后一句话都是讲什么？得胜的，得胜的。这是分别在不同地方，神在不同地方的书信里面告诉他们说，不同的挑战，不同的讨论，最后相同的结论。你不管是什么教会，不管是欧洲的或者是富有的什么，不管什么教会，就我们个人来讲，就是或卑贱或有余都一样，我要你一定要得胜。我管你军队是大或小，我都要求一定要得胜，我都要求你要得胜。好，弟兄姐妹，既然都要求要得胜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来讨论神国军队。其实这一篇我是预备要在那个国事论坛跟众教会来分享的，但是这个国事论坛也是因为武汉这个事情，哇，大家吓得赶快 又延期了。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很深层的感动，我要先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个分享就从一个搬家的观念来思想。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教会一定是神国的军队的教会。你如果教会不是军队的话，你会是一个社会团体、社团，或者是社会企业化的教会。企业化的教会也会大，也会有钱，但他没有意向，他的意向长职会很强烈，长职会很强，牧养会很弱。
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了解真正的教会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军队，神一开始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这个地方，其实这个都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也是一样，你要为真道打什么美好的仗，然后才能够什么，弟兄姐妹，持定永生这个观念很重要。你没有打仗，你就不会持定永生。很多人真的有受洗，但是没有持定永生，他都不了解受洗的隔一天，受洗的隔一天还在征战哦，受洗的隔两天征战越大哦，受洗之后的每一天都还在征战哦。好，所以弟兄姐妹，你成为 NBA 球员以后，每天都还是打球，还是会打输哦，最后还是会被怎样？会 get out 的、哦。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你要了解，有了身份以后，更要好好为着生命打仗，你一定要打赢才可以。弟兄姐妹，那我们怎么打赢呢？你是属灵的战士吗？弟兄姐妹，好好想一想，你是属灵的战士吗？我们每次在谈到大卫的特质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就是战士，不只是诗人而已哦，不只是牧人而已哦，一定要是一个战士。我们在座每个人都必须要战士。你是一个战士吗？如果你不是的话，你没有资格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弟兄姐妹，圣经如果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你要了解圣经在讲的是什么。那今天属灵军装你会穿了吗？不管是带子，真理的带子，公义的头盔，在身边，这是护心镜，这是藤牌，然后平安的福音穿的鞋子。弟兄姐妹，救恩的头盔，这些全部加起来全部都是文化的问题。今天我们打仗，我们没有自动步枪，我们没有迫击炮，我们没有这些战环炮，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有的是什么？今天属灵战争不是武器，是文化。今天我们的武器是文化，打仗的内容是文化，我们所有武器的项目是什么？就是艺术。那艺术是什么呢？艺术会使人活起来，也会使人败坏。就是一把枪可以打敌人，也可以打自己人。今天要抓得住教会里面神给我们艺术是在灵魂里面，不是物质界的知识。但是灵魂里面的那种感觉活出来的时候，会使外面的知识一起做连结。我们今天要很清楚知道，我们如果是耶和华军队的话，那你一定要做一个属灵的战士。这些东西都是要操练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文化的问题，全部都是内涵跟行仪外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跟大家讲，但是你思想往下走就知道了，也就怎么走呢？弟兄姐妹，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吗？我告诉大家，神一直要他的百姓成为军队，包括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甚至敌人不准他们有军事训练，不准他们有军事训练。所以400多年他们只能有什么训练？奴仆的训练。所以但是他们那一天转化过来以后，神立第一个要求就是军队。他们那一天出埃及是以什么姿态出埃及的？你知道吗？圣经怎么说？他们以什么姿态出埃及？耶和华的什么军队出埃及。你要打仗，我们教会是军队吗？好，我们教会如果是神的军队的话，我们教会如果是神的军队，请问我们的军队是哪一国的？这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是哪一国的军队？神的国军队。那为什么今天教会每次选举完在哭啊什么？因为什么在这教会里面，为什么事情各教会都有不同的看法，打来打去，所有教会到后来都在内战。都在内战。弟兄姐妹，打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敌情观念。我们如果没有敌情观念的话，我们没有共同的意识，我们敌人不同，到后来我们自己把自己当作敌人了。重要敌人很重要，就是有一天法国、英国、美国，他们跟文化不同，我讨厌你，讨厌我，不认同你，但是他们那天能够认同，彼此认同，是因为怎样？他们出现了相同的敌人，敌人相同的话，他们就能够做盟军。而另一边也是他们的轨迹相同，他们就能够做另一国，在一战、二战都一样，协约国、同盟国。一个是想侵略的，
要侵略，大家都一起来侵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世界的王。所以我们会很多的什么叛军，就一起成为一组一群人。弟兄姐妹，在这世代都是这样子。那在神的国，你要合一，除非什么？除非你的敌情意识很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谁？魔鬼，魔鬼，魔鬼要把我们做分化，魔鬼要让我们不愿意走前面的道路，魔鬼要让我们享受这世界，魔鬼要让我们称自己为大。很多人就被这样子诱惑了。刚信主的时候很谦卑，后来开始学了这个，学了这个以后，在教会当长子以后，哇，我牧师算什么？教会应该怎么说？哦，我那时候听着，其实听的也是蛮有道理的。牧师是三年一聘，教会长职，我在这教会40年了，谁比较了解教会？弟兄姐妹，当然长职啊。所以牧师最好的方法就是每一年都把它换掉，那我们长职才能够一直称王。这不是教会，弟兄姐妹，教会如果到这种地步的话，那就是社团跟企业化管理。我们不是说牧师比较大，或者是长职比较大，牧师跟长职都会在审判的时候第一优先的受审判，因为你们是站在前面的人。在拣选当中，我们要有这样责任观念跟这种害怕的观念。好，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会害怕的话，好，那我们来看现在真正的讨论来的，刚才只是观念，现在讨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觉真的存在吗？第一个，你讨论灵觉太抽象了，我们先从外往内走。你有没有视觉？你有没有视觉？有。弟兄姐妹，你看这个风景好漂亮，你看你看，赶快看，哇，这夕阳下来，真的，这个人一看，哇哇，五个人都一起哇的时候，就表示他们看到相同东西，他们有相同的视觉，所以他们有相同的领受，他们那一天合一的一起哇，是为什么？他们看到相同的令人震撼的一个风景。有视觉真好，有味觉，弟兄姐妹，这个牛肉面真的好好吃，你吃哇好吃，你吃的哇好吃，五个人一起哇好吃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味觉使我们有相同的观念。然后听觉，你听到莫扎特的音乐真的好享受好享受好享受，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的听觉。如果你有嗅觉的话，那你看讲说玫瑰花或者是这种香水味道好香哦，要不要买？闻一下哦，好香哦，好，买了买了哦。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感觉。那触觉呢？那这个很重要，太多了。你买一件衣服，哇，这个毛料摸看，哦，好舒服好舒服，这种毛料就对了哦。弟兄姐妹，不管这个触觉各方面都是你的，你我有相同的感觉的时候，你我有相同感觉的时候，你就很能够相同的一起领受相同的感动。有人没有听觉，你就必须要靠着手语帮助他，但是你们在领受的时候就很难一致。但是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发现有这个困难度，了解吗？如果了解的话，我要问大家，为什么我们在祷告里面都不能合一？因为灵觉不同，你没有属灵的感动，没有属灵的感动，讲东讲西都讲不清楚，讲不清楚，干脆说我说的功效听不懂。弟兄姐妹，但是有些人听得懂，为什么呢？因为有灵觉。那灵觉是什么呢？灵魂的苏醒。我为了让大家能够比较知道什么叫做高位置来唤醒低位置，弟兄姐妹，你每次都在物质界里面听不懂灵魂里面的话语。我要这时候我换一个影片给大家听。这个影片其实很简单，我每次听我都很感动。他是一个日本的音乐家，眼睛看不见，身体 肢体不协调，大家会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教育。但是当那天在整个3000多人的iPod 听的时候，当指挥牵着他往前走的时候，他的肢体没有办法很协调，他到底眼睛看不见，但是全场为了他而折服。协奏曲弹出来，他是冠军的。
一般生活他都很难，坐上钢琴的那一天他就完全不一样。在那么多的那么多 uncle 声的时候，一阵一阵 uncle 声的时候，弟兄姐妹，全场三四千多都是正常人，为一个眼睛看不见身体不协调的人而感动的流泪。弟兄姐妹，他不是技巧，不是技巧比别人好，他技巧真的很好，但是到底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他里面一定有我们所羡慕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他有。好，那我们听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让大家听很久，那我只选择一小段一小段，好不好？那我要听的，我要大家听的不是音乐，我要听的是感觉，感觉。那前面好长的时间，那个协奏曲一结束，哇，好长，十几分钟的那个 uncle 或者邀请他再弹，那我们把它截断，剩十五秒就好了哈。然后后面，其实我要让大家知道那种全场为他感动流泪，一种感觉。你去感觉灵觉，不是因为他弹得好，他弹得真的很好，但是你知道大家流泪，后面的所有管弦乐团看到他独奏 uncle 曲是独奏的。好，我们来听，我等一下再说。Here he comes again, accompanied by the chief conductor of the BBC Philharmonic. Thank you.
本来大家听两分钟就好，还是我想还是让他听完好了哈。有没有感动？李斯特的曲子不是那么容易弹的。那你知道，高超的技巧，他没有办法读看谱，眼睛瞎的，肢体走路都很困难。但是一坐上琴，那个就是灵觉，里面的感觉出来了。弟兄姐妹，有一种人，他里面也很有感觉，那你外表嘲笑他。很多时候我们少了那一份里面的人，我们注重外面的。今天灵觉会让我们感觉到我跟谁沟通，我知道在教会里面谁能够沟通，在教会里面谁能够同心，在乎你里面的那个灵魂苏醒的感觉，而会让人家赞叹不已。有一天他活出来的时候，全世界世人天使观看他的一台戏的时候，会感动得不得了，但是世界却不认同他。就好像耶稣来的时候，这是神的独生子，但这世界不接受这光，因为在灵里面他们已经失去那个灵了，感动了，所以到后来他们就以世人的模式走，到后来只随己意而行。所以神用洪水毁灭所有的人，所有一个都不留，因为他们失去了那种感觉了。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思念上面的事，要先学习不在乎地上的。有时候2020年开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开始思想，我今天不知道你在拼什么呀？我今天在教会里面，并不是我有工作狂，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享受到神厚赐百物给你那种生命的喜乐，还是你在持定这生命里面的今世富足的那种自我的骄傲？如果抓得住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来开始思想这世代的我们持定，我们看我们的下一代，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个观念，我们不能交棒给年轻人。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什么意思，我们不能交棒，我们要世代的传承。如果你不知道传承，你要了解一件，以利的下一代全死了，撒母耳的下一代交给他们全死了，扫罗的下一代不用说了，根本同一天战场上一起死，大卫的下一代兄弟阋强，弟兄姐妹，所罗门的下一代完的，真的彻底的完蛋。弟兄姐妹，这世代不能随便交棒，你一定要传承。我要请问大家，你传了什么给下一代？下一代成了什么东西？如果你没有传承的话，不要随便说我交棒，以至于很多教会这一代做自己的事情，交给下一代，下一代做他们的事情。这一代知道曾经有过的那个教会的艰辛，下一代不知道我们来走世界流行风，而我们这个很新潮，就教会立刻就死掉了。我们在这世代里面太不了解什么叫传承。传承是两代一起走，三代一起走，走相同的路，风格不同 OK 的，没有问题。我们很欣赏不同风格的下一代，但是上一代下一代不同风格，我们却能够一起走最快乐。这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什么呢？你要传承的话，请记得摩西不是交给耶稣亚，是耶稣亚一直跟着摩西。耶稣亚从什么时候开始跟摩西？从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就跟着摩西了，持定这样的道路，所以他不是交棒，他是传承，一起走，一起走。弟兄姐妹，这世代为什么教会开始训练自己的传道人？这些传道人从高中生、从国中生，就是跟着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我发现我们教会现在传道已经有人是从小学生就开始跟着教会，一直到现在变成教会的牧者。弟兄姐妹，这叫传承。那神要给我们是照着以摩西，所以
给下一代的应许跟上一代应许是一样的。我给摩西什么应许，今天照样给你，耶稣亚照样给你应许。我怎样与你的上一代同在，我照样与下一代同在。我要给你们是列祖早就得过的应许。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今天 给我的应许跟给我们下一代的应许，给我们在座下一代应许都完全是一样的，给我的感动跟下一代感动是完全一样。这才叫做什么？这才叫做天上的事情的天上的感动。这才叫做教会。教会不是来是应征传道人，这牧师，牧师老了，我只征那个三十几岁的，然后来一个，两代之间开始吵架。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教会吵架的？弟兄姐妹，几乎都是这样子，几乎都这样。教会不是交棒，很多企业家是交棒，哦，甄选这个企业管理的博士等等，哇，这个还不错，公司交给你，要新的观念，这没有错，世界是这样，但教会不是，教会要有灵觉，要有灵觉。我们现在带出来这年轻的传道人，跟我们年长的，我们在一起，我们很快乐。我们在一起，一起往耶路撒冷去，一起在各样的特会，一起在各样聚会，一起讨论，一起来面对各种挑战，一起保护教会，一起在这个生气，一起生气，快乐一起快乐。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的传承在神面前成为真的喜悦的事情。那神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搬家，搬到爱子的国度，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事要做。请记得搬家一定是直路，一定向着标杆怎样直跑，直跑。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或向左或向右，常常都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像罗德这个就是怎样一直往前走，他不愿意往前走。诶，我觉得这边好，我这边这样，我为什么要停下来？还有两个半支派，我觉得不想再过去了，我觉得这边已经很好，我们要留在这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稳下来就好了啦，稳下来就好了。但是不是这样子，像那标杆直跑要往前走，然后那个心不是流行的心，不是诶我来这边很新，这边很新。弟兄姐妹，不是，真的心是每一站都不一样，但是同样一条路，同样一条路。神要的更新是每一站一直往前走，每一站都不一样。但是这时代很多教会就是我们跟得上流行，跟得上时尚的教会，所以都是跟着世界，那不叫做心，那叫做是随波逐流，随波逐流。你以为心吗？我告诉你，那不是心。再过几年你再回来看你们的照片，你就好丑。弟兄姐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最新的就是穿牛仔裤，它的喇叭裤要很大，而且不止这样，下面还要抽须，最流行的，最流行的。事隔十年之后回来看以前的照片，啊，有那样的，很难看啊。弟兄姐妹，时代我们都以为我们现在是新的，其实哦，你隔一阵子你就知道，后代的人看你们这代，哦，真的，哎呦，那一代怎么穿这样子，哦，以前 Michael Jordan 的时候，哇，超穿的球场 打球是什么超级短裤的，现在每个 NBA 都穿什么很 长的裤、哦，就是我们要看每一个时代每个流行，然后每个时代都说前一个时代落伍，其实你这个时代再过 十年变成以前的衣服再穿呢，它变成新流行了。我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还要 了解一下啊，我们道路往前走，请记得不是趋向流行，不是横向的，我们要是标杆的感动，不是手段的变化。我们变成流行风，变成现代乐，变成现代芭蕾，现在我变成街舞，我们不是在变这些手段，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弟兄姐妹，如果你预备好的话，2020我们要搬到爱子的国度，不是搬到爱子，是越来越在神的计划神的旨意里面。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澳洲在大火，如果你看到瘟疫在各地行走，
如果你看到蝗虫这样的肆虐在非洲，这些照片都是 这一两个礼拜的事情，这些事情都在各样的一个灾难当中，人心的变化当中，我们看到人心的那种险恶在这世代完全出来的时候，神说四大灾祸临到你们当中，刀剑还来了吗？瘟疫来了吗？饥荒来了吗？都已经来了。魔鬼的工作肆虐在这四周围的时候，今天的教会请记得，我们在这教会里面，我们有防范措施，我们并不是随便，我们戴口罩或者防范，这都是尊重，这不是害怕。但是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是 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怕。最重要就是什么？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我赶快把这样的感觉跟他讲。下礼拜哦，等一下我们就不说这些了哈。明天我们有新友堂的敬拜乐团会来观摩哈，然后有这个智勤师，这个是一个特别演讲，在明天的12:30到1:30在雅各厅哈，然后我们这是一个在真情部落格里面有访问到，他是一个学理工的，到后来他改成制造小提琴，他有很多生命的见证，他跟大家分享在改成在音乐里面的对神的领受，然后跟他一起来的是台北爱乐的首席小提琴，也是指挥，要替他演奏哈，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明天下午好，然后在前半部带新友堂的敬拜团，我们要跟他们也分享啊。明天还有北京神学院院长要来，所以明天很多事情，我们同工可能要很多的故事要去往前走。明天下午，我们小琉球的短宣队惠山他们也会，还有宋安还有阿豆等等，他们要一起过去哈，然后为这些开始来祷告。明天连续6天哈，然后星期一有执事会，那执事会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来讲，包括我们说过完年就开始建堂了哈，那我们现在开始要启动，还有我们是这个 APP 的东西哈，我们要开始弟兄姐妹都要换成我的教会，那是你的教会还是我的教会？我的教会哈，反正我们开始每一个所有的牧区都要开始动哈，牧区啊，还有一个就是，全教会要启动实验组的结束了，金石计划实验组结束了，要全教会动员哈，不要开玩笑，这是来真的哦，来真的，因为这不是减肥运动哈，这是在这时代病菌肆虐的时候，我们开始金石的健康哈。好，然后这礼拜恢复查经二跟四都有查经哈，然后一样的，礼拜三晚上歌剧录音的歌剧也开始练习了。我们这紧锣密鼓哈，那有被通知的，请记得礼拜三晚上要开始练习。弟兄姐妹，教会步调一直往前走，大家这等一下大家带导事项。好，弟兄姐妹，那其他还有一些什么牧区的什么聚餐哈？听说有一些聚餐都因为那个武汉这个肺炎冠军肺炎哈。冠状肺炎还是什么都取消了哈。好，那我们不管怎样，大家注意听各牧区的一个消息哈。好，回到这里，弟兄姐妹，希望我们教会在这新的故事里面往前走。在这日子里面，我们今天不会呼召大家都来前面，因为大家太紧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你的位置上，我们特别为你祷告，你的心要一个决志的一个祷告，要在神面前说，主，我来到你面前祷告，我不是在浪费我的生命，我不是参加祷告会，我是被神呼召。被神呼召的时候，教会到底是企业化还是意向型的？弟兄姐妹，两者都很重要。所有长子是长子智慧还是牧者智慧？两者都是，但是这两者是同一个心智，同样一位神，同样的感动，用爱彼此来包容。弟兄姐妹，这时代教会不容魔鬼在其中有任何的分化。弟兄姐妹，要让魔鬼没有戏唱，只有一个方法很重要，不是戴口罩哦，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在这三当中只有一个方法，在神面前的合一就是爱，就是爱。让我们在这爱里面一起看见神的爱在我们当中，那就是唯一的答案。
那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魔鬼一点空隙都没有。你们一定要爱牧者，牧者早就爱你们了。弟兄姐妹，在故事里面，我们不要一来教会就批评。你如果一来什么事情你要找事情批评，有没有机会？我告诉你，所有事情你都可以批评。就好像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政论节目都会吵架的。但是你不要像世界一样，我们求主能够再次引导，让我们在这新一更新的变化的故事里面成就神的美意，成就神的美意。我们请牧者上来，我们一样在这故事里面，我们会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当中，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全部，没有第一轮的祷告，我们会请大家能够在这当中一起用节制的一个生命，认真的态度。新的一年2020，每一个开头，你不要说啊，每次又重新再来，你要感谢神，让你有重新再来的机会，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让这故事里面成为神在故事里面。我们今天没有请你到前面来，但是我还是要问你一件事情。神说，属灵的悟性，让你多而又多的更明白神。神不是让你护主用的，不，神也不是来解决你的问题的。神是什么？是你要认识神的时候。神创造我们有他的目的，不是让你在这世界可以骄傲用。神创造我们，要我们成为他被分别出来的，专属于他的，来宣告，来证明，来见证神荣耀的。除非你破碎你自己，除非你破碎你自己，没有你自己，只有神的荣耀。你活着的时候，少一点我的看法，少一点说我很忙，少一点说我没时间，多一点说主啊，你要用我，我就舍下一切来跟随你。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将会不一样哦，将会不一样。弟兄姐妹，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来，在神面前是一个决志的一个祷告。在故事里面，你要看见神的欢呼喜乐。请放下，为自己祷告，开口说，主啊，这时代我的家人，我自己，我能够救别人，但是我到底能不能救我自己？今天这时代里面，神告诉我们说，就算耶伯，就算但以理，就是亚伯拉罕，他们如果成为义人，也只能救他们自己而已。他们的义不能救任何其他一个人，他们只能救自己而已。除非在这世代里面，他们成为见证人，有人看见，他们会跟上。弟兄姐妹，我们先为自己来着想，因为你是见证人，你是一个得救的故事，你的家人才能够从你身上看到得救的道路。你要爱教会，在这时代，你一爱教会，你的言谈举止就跟世人不同了。不要以为耻，乃要以为这是你的最生命里最大的荣耀，这是神的家。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弟兄姐妹现在在你面前向你祷告。我们的生命的问题，我们常说，甚至我们自己都还不了解自己。谢谢你告诉我们说，圣灵这时候是检查我们心的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思和意念里面挖掘出来，试验我，检查我，让我什么心里面有什么不义的事情，得罪你的事情。主耶稣，求主让我们能够挖掘到，明白这一切，好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更多的完全交托在主你面前。神啊，求主你赦免我，让我们在故事里面
这新的年我们要看见神，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你的故事，看见在这世代当中，神你要在我们生命里面行那奇妙的异能，已经改变我们了，我们要刚强壮大。现在开始的2020年，比以前更接近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日子，你告诉我们的那些预兆到处在我们四周围都发生了，我们今天岂能不警醒呢？主耶稣，让我们在这世代为我们的国家祷告，让这国家在各种灾难的时候，使我们国家把这些仇恨挪掉，单单的在走在主的面前，特别是所有众教会在你面前更加的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对我们的百姓说完全归向真光的故事，完全破碎自己，一起来赞美神，用喜乐有的恩膏在我们生命里面成我们生命的富足。这是我们的祷告，事情很大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一归向你的时候，那圣灵的风吹过我们当中，众人的悔改认罪，我们在其中完全的转化。我们相信这日子即将到我们当中，世界各国要看到那个好像不存在的台湾，从那一天开始要成为世上的光，要成为见证神荣耀的地方。让我们在你面前活出来，你的命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爱我们，在这世代里面让所有灾难远离我们，所有的困难远离我们，战争也远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懒惰，不要以为这是自然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这是很特殊的。谢谢你这么爱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要把荣耀都归给你，引导我们在你面前更加的警醒，彼此相爱，确实警醒祷告，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一样的，我们把荣耀归给神，阿们。